王义夫都已经打完了全部。小小，小小，来坐这儿。说他必须在三枪之内打出29环的成绩，才能超过斯坎纳克尔获得冠军。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，场上选手基本都已经完成了比赛。让我们来看在40号靶位上的徐海峰，他看起来很紧张，让我们屏息以待。10环，这一枪打了，选手徐海峰，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。谁啊？这是人家家呢！这辈子都没想到，我们一家就这么撞进了麻阳街。我这么近距离的看一个女孩，看她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的青春开始了。你们就是31号新来的住户啊？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尹胜利，好朴实。易东东，易楠楠，易西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还东西南北呢？开车怎么找得到北？啊？说说，什么情况？啊？同志啊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哎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怪他们，哎，怎么怪我们呢？哎，要不是你们一家子那么激动，咿咿呀呀的闹个不停，我怎么能被吓得没有住方向盘呢？哎，怎么还赖上我们了？你一个开车的，把方向盘都给弄丢了，还算什么司机啊？就是，要不是我及时抢过来方向盘，啊，一定要出大事的。哎。连芳同志，你可听见了啊？这是他自己承认的，抢了我的方向盘，才把别人的好好的墙给撞坏的。墙撞坏了黑补，撞了人怎么办？谁负责？你，行了行了，这什么地方还在这吵？都坐下，都坐下。还好没撞着人，撞着人就是大事。你们这个要给人家补墙啊，还要正式的跟曾奶奶道歉，
人家老太太种了那么多花花草草，容易吗？全让你们撞坏了。啊，是是是，嗯，秀强绝对没问题，他以前在部队就是团职工程师。你以前在部队啊？团级干部？哎，我以前也在部队，首长好。当兵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战友了，哎呀，真好。你是哪年兵啊？62年的，是兵蛋子啊？啊，我61年的，我比你还早呢。哟，走，菜都凉了，孙美人，都几点了还不下班呢？你，真是。陈丽丽。搞了半天，啊，我们家孙子的胳膊是他们给撞的，是吧？哎，这胜利呀，你就给我带这么一个见面礼，是不是？你儿子？那个，我们儿子啊，我媳妇儿。我们该吃饭了，菜凉了，走。不，啊，这还有事儿呢，也没什么事儿了，其实啊，就散了。哎，正好这饭点了，到我们家吃饭吧。真的，你现在知道关心我了，那会儿你就只顾着马大大，你都看不到我呀。我当时不是离你远吗？我也够不着你啊。当时啊，真是把我都吓坏了，达达也吓坏了。哎，吃个鸡蛋压压惊啊。嗯。那手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的这个情况下呀，怎么也得吃一顿北京烤鸭才能压得住。第一名。第二名，这面做的是真筋道，这是醋。哎呀，你做糖醋排骨吧，把醋全都给用了。艺术和喜欢艺术是两回事儿啊，艺术家。谁洗碗啊？啊，还没吃完呢。好了，你洗碗，你买醋。行。我去拿。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红烧排骨，我媳妇儿的拿手好菜啊！哎，今天家里来客人，专门给你们做的啊，尝尝。来，谢谢阿姨，谢谢丽丽啊。哎呦，这真是不好意思哈、啊，不知道你们要来，这做的也太少了。哎，要不你别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啊，别，还是给孩子吃，得给孩子补。对啊，给孩子补补。哎，啊，不，你们先来，放孩子面前。哎，这真是。你看，这孩子需要补多少？什么东西要补多少啊？医药费呀。医药费啊，我手没事儿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疼。哎呀，这个我觉得我们都不懂啊，我觉得应该上医院听医生的，医生说补多少那就补多少。啊，搞什么搞，能好好吃饭吗？来，吃饭。哎，好。
我想吃辣椒。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哎，老爷，坐坐坐，坐着坐着。啊。给我拿瓶醋。奶奶，买醋。哦，奶奶，我买醋。听说你被车撞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姐，谁来了？奶奶，我。哎呦，小小来了，吃饭了没有啊？要不要跟奶奶一起吃啊？走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吃过饭了，我现在就走了。嗯，好。啊。哎，等我一下。啊好。哎，奶奶，买东西啊！哎，奶奶，我来买点钉子。哎，等着啊。对了，小小，我买了几本数理化参考书，改天到我家一起复习，不会的题咱们一起研究一下。好啊。哎，你的醋。这是我们家自己腌制的剁辣椒，来，你们也尝尝，尝尝，试试啊！阿姨，您得尝尝，这是我妈的拿手绝活，特别的棒。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咱们先喝着。哎呦，我来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跟你说呀。我在宾馆，我就做服务员，我专门洗碗的。你就歇着吧。啊，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看你们吃也吃了，你这洗碗洗一半，你进来你也插不了手，是吧？去吧，先歇着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再说我也有洁癖，我还担心你洗不干净。上我们家吃饭，小小的哇，可以跳，大哥可以跳！哎，你给我啊！随便看，随便玩啊！喜欢什么东西自己拿。年轻人，不行啊！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下，今天你们这一撞，把我在麻阳街所有的小伙伴都给撞出来。给你看啊，这个就是麻阳街的学霸曾航，这是他妹妹曾好，这个傻子是梁小宝，这是我，这是马达达，还有这个，这我知道，这是今天我撞倒那个女孩，对，她叫马小小，马小小。嗯，你今天撞了她之后。跟他道歉了吧？还没来得及呢，太乱了倒是。嗯，你死定了。这个是马小小小的时候。嗯。
那为什么这个照片只有一半啊？他自己撕的呀，他跟人吵架就把照片撕了还扔了，要不是他妹妹看他照片少给捡回来，这张照片也不在呢。他跟谁吵架？小静哥呗。啊，哎，他们的事儿多了去了，以后再给你慢慢说啊。你们喜欢什么东西自己拿啊。哎，西西，走走走，回去了，还得收拾东西呢。谢谢啊，孙孙。哎呀，这行李都没打开啊，就被叫联防队去了。准备好好看看我的好宅子呀。四面都是墙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终于回来了。看看吧，这就是爷爷奶奶给我们留下的宅子。哎呀，这广州有什么好？一到这儿来，又是撞车，又是被人歧视的，安安心心待在湖南，屁事都没有。妈，我想睡房间。房间还没收拾完呢，快睡觉，明天一早起来继续收拾，谁也不许偷懒。睡了。嗯，睡。来到麻阳街的第一天，我们就这样狼狈地度过了，但反倒是这样，让我的内心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感。陌生的城市，形形色色的邻居，以及心底那股从未有过的悸动，都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。早，我吃好了，先走了。嗯，宝爸。哎呦，老孙，你鸡蛋还没吃呢。我吃好了。啊？什么毛病呀？儿子，你吃俩，你爸不吃，你吃啊。哎呀！带上。肚子疼，肚子疼，上厕所。毛病，这毛病是越来越多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！按你刚刚的逻辑，先到先得，这下午我们，哎，又吃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瞧瞧，你躺的是谁的枕头？跟我斗啊！哥，你这枕头怎么硬邦邦的？是不是藏了什么？是不是藏了什么不好的书呀？别闹！赶紧起来，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耍赖啊！我不是男子汉，不赖。对了，这天哥哥是做哥哥的就要让着弟弟啊！背了弟我。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你给我！还给我！妈，你这你不来！我看我！你哥他们干嘛呢？在里面锻炼身体。哎，爸，出去一趟，熟悉熟悉环境。去吧，小心哦。嗯。这
小家伙，这还背着手，跟个小机灵鬼似的。那多好啊，没人敢欺负，跟你一样。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夸，肯定是夸。你少来，哎，你也别闲着啊，去趟曾家。嗨，忘了。有人吗？谁呀？曾奶奶吧？你不就是把我们家墙撞坏的那个事主吗？对不起啊，昨天没想撞您家来着。那你想撞谁家呀？啊？妈。哎呦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姓易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家姓曾，你叫我小曾就可以了。哎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昨天呢，不小心把你们家墙给撞了，这里有点钱和粮票，算是补偿。不够我们再补。钱是一定不能要的，你们刚刚搬过来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拿回去拿回去啊。不行，一定得收，钱一定得收着。这钱一定不能要，拿回去。这不行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要是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呢，你就帮帮手，把我们这个墙给修好。这没问题的。哎，我在部队可是工程师。哎呀，这个小意思。哎呦，那老姨辛苦你啊。放这儿就行了。你们就是昨天新搬来的？那曾家也是被你们撞的？你们真的是初来乍到就想一鸣惊人啊！有胆色，我很欣赏。不过这麻阳街上上下下谁都知道，曾家的曾好是我梁小宝罩着，你们把他家的墙壁给撞了，我很难做的。谁是曾家大小姐？曾好啊。这小姐长得最漂亮的那个，还弹了一手好钢琴。不过你们可别打她主意啊，否则连朋友都没得做。认识一下，鄙人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梁小宝。梁朝伟的梁，韦小宝的小，韦小宝的宝。两位怎么称呼？哥，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吧，不重要。我叫易东东，这是我弟弟易楠楠。以后就是朋友啦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曾家的事情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把你们请我喝汽水。下来啊。走吧，我们没有钱。我们没钱。我请喝。小宝来了。哎，来，哎，奶奶请你喝汽水。来，哎，奶奶他们都已经拿了。啊？就我的还没有呢。啊。这。哦，奶奶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认识的两个新朋友，哥哥易东东，弟弟易楠楠。哦。奶奶好。哎，好。喝，快喝啊！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一会儿你们给钱啊。不是说好你请客吗？对啊，我请客，你们出钱啊。好，
那我们不好。哎，哦，哎，只能喝一个。马小小，妈，他们家辣椒也太厉害了吧！辣椒，不是，我们昨天晚上吃的跟平常一样，今天早上吃的跟平常一样，就是那辣椒，吃完就快辣死我了。椒，就是辣椒。哎呦，这家人太坏了吧！没安好心，这么欺负人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个手艺还真的不错呀！哎，来来来，歇一下，喝点茶啊。曾奶奶，待会儿吧，马上就弄好了。哎呦，哎，你是哪年离开麻阳街的呀？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，我父母走得早，16岁的时候我当兵去了湖南，现在从部队离开了，想着这是自己的根呐，还是想回来定居。对的。哎，曾奶奶，嗯，听说您是从上海来的。我呀，我是当年被邀请，哎，从上海到广州支援教育事业的。郝朴实，郝朴实，你干什么？你害完我们家，要害曾家是吗？你不能去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呀？我有事情，我不想跟你啰嗦。什么不？你不能去。哎呦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跟儿子吃完那个辣椒酱，我们都拉肚子了。哎呦，我们家天天吃辣椒酱，也没见谁拉肚子。哎，你们广州人是不是身体弱呀？什么叫广州人身体弱？我跟你说，我天天做饭都没拉肚子，你这人心眼不好，你拿辣椒酱来整人。人呢你、啊？我笑话，我拿辣椒酱害人，我害你，我有赚呢。你就是害人，你这个人有问题，你不能去曾家。哎呦，慢点、啊。曾奶奶，您先歇会儿，哎、啊，我收拾一下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你们两个要去哪里啊？哎呀，外婆啊，您都忘了，这省里要举办青少年钢琴大赛，我得好好报个名去。啊，好呀，好呀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街上刚搬来的易叔叔，叫易叔叔好，易叔叔好。啊、哦，叔叔好。哎，曾奶奶，好福气呀、啊！您是没看我那几个臭小子，学习不咋地，天天惹麻烦。易叔叔，我俩先走了，你们聊。好好好，进来，走了，外婆。哎。郝朴实，你不承认是吧？你别走，你跟我上联防队去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逃不了这责任的。你别拉着我行不行？我就拉着你。你怎么了？他非说吃我们家辣椒酱吃坏了肚子，这不是陷害人吗？谁陷害你？我就是拉肚子，我跟儿子都拉肚子，拉得难受死了。我不是拉了好几次吗？丽丽，你先把手放开。哎，对对对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像什么样子？怎么拉肚子了？那辣椒酱，我们吃着是没事儿，你们可能不太习惯。易胜利，是啊，出息了是吧？哎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呀？我还有事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你不好好上班，你回什么家啊？你这个人，我急着回去上厕所，拉肚子。怎么样？他也拉肚子吗？我是造谣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全家都拉肚子了，真的难受死了。哎，阿姨，孙叔昨天没吃辣椒。啊啊！对，我昨天是没吃辣椒，
早上的豆浆都馊了，我今天上午什么活都没干，哪里行？哎呦，又来了，我请了假回来的，快点走。哎呦，这豆浆馊了。咦，我就说不是辣椒酱的事儿吧。哎，老婆，那个，我待会儿再来帮你收拾啊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们老豆情商蛮高的嘛。哎呦，你呀，好了，回去吧，走了走了啊，别看了，走了走了。就是辣椒酱，你看你这个人，就是辣椒酱。哎呦，好嘛，就是辣椒酱，快回去吧，休息啊。就是辣椒酱。哎，又吵了，他俩能有一天不吵吗？谁叫我们老爸蠢呢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别愁眉苦脸的了。哎，学学我，我爸妈吵架我就从来不掺和。真的？真的，而且问题都解决了。哎，我们干点别的吧。我来教你们几句我们这边的本地话，跟着我学啊。早晨啊，陈三。早晨啊。早，对，早上好，陈先生。早晨啊，陈生。陈生。你们两个站起来，大声点行不行啊？啊，把舌头捋直了，白话文里面卷声音少。早晨啊，陈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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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难唔见，我好挂住你啊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。好难唔见，我好挂住你啊。好难唔见，我好挂住你啊。好难唔见，我好挂住你啊。扑街了你！扑街了你！这句不用学，这句好学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很高兴认识你的意思。记住了啊，扑街了你，扑街了你，要有气势，扑街了你，扑街了你。小小，哎，小小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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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是我麻将界传说中的大姐大马小小，没想到被你小子扑倒了。哎，小小，这就是把我们麻阳街撞得鸡飞狗跳的易东东、易楠楠两兄弟，不过已经被我摆平了。哎，愣着干嘛？打个招呼啊。你好，昨天真的对不起。扑街了你！还不快跑！这是我第一次和马小小说话，不能说惊天动地，但至少惊动了整条麻阳街。我想说的是，被女孩追的感觉真好。这种幸福的感觉对于我来说还很清晰，但我们却像是被麻阳街给渐渐遗忘了。真正改变这一切的，其实是开学前两天一场让大家放松心情迎接新学期的篮球赛。小伙，你看你看你好好活动，动不着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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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喊啊。好，一起喊。这位叫叫陈子佑，翻身起床，复习英文，准备明天跑。不跑，没及格。妈，我们能看篮球赛吗？不能，后天就要开学了。你看看你们刚从别的地方转来，学的肯定要比别的同学慢呢。你们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啊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尤其是你，马上上高三了，给我好好努力。
都是空罐子做着家乡菜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他们北方人特别节约，把它弄成菜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你们早早的把菜就腌上，等到过年的时候再吃，对吧？哎呦，对，他走。哎，我们湖南人啊，就爱吃点重口味的东西。再说了，我们湖南人怎么成北方人了？哎，那你们跟广州比，不就是北方人吗？是吧？哎，他们俩怎么没去参加篮球比赛啊？哎呀，他们功课不好，要在家多看书。哎，要劳逸结合，男孩嘛，要多动动。那好吧，那看比赛也要注意安全啊。妈再见，阿姨再见，阿姨再见。就这俩小子，小宝哥好样的。解解渴吗？我是三瓶药的。谢谢啊，不用了。多此一举吧。可是外婆说让我们对他们好点。挺横啊啊！要不你来试试？你干什么去？我觉得你来比都比他强。你要干嘛？贱人多作怪。要是小贱刚才，看你们俩敢不敢放屁。小贱哥，好歹啊！都得生活，你来记，你来记，快快快快！曾航哥，小宝实在上不了了，要不你上吧。这种事情你就别叫我了。你看我什么时候打过球？再说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输了就输了，还有谁能上啊？还有谁能上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到底还有没有人啊？要是没人的话，今天你们麻将界就算输了啊！你们赢不了的。你老妈还比呢？我们上，走。行不行啊？小静哥呢？小静哥，小静哥，哎，怎么了？叫叫叫！那你倒出个声啊，连个声都不出。哎呀，瞧你这阵仗，比商鞅街都大。商鞅街怎么了？这商鞅街和麻将街打篮球赛，两边杠起来了。
干什么去啊？进攻进攻进攻，这人要红卫传球传球，哎，球打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。你不打了？嗯，回家温书。我不像你，每天有大把的空闲时间。易东东，啊，想不到你有两把刷子吗？我很挂住你啊！走开了嘞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不是都帮我报仇了吗？小健哥，小健哥，小健哥好。看样子打赢了啊！打赢了，我刚才在说呢，要是你在的话呀，在什么在啊？人家早就不打篮球了。哦，不是不打，是不中意和我们这帮戏路仔打呀。你怎么又去打架？你还和什么红哥混在一起？我做什么跟谁一起混？不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打架你还有理了？我知道，你因为叔叔的事情。跟你说过，别提他。我只是觉得，虽然现在不给你分配工作了，但是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的。你干嘛非要跟那些……反正我就是这样了，别管我了，行不行？吴小健，你干嘛这样看不起自己啊？是啊，我是看不起自己。你别管我了。那你就这么混一辈子吧。我混一辈子还是混两辈子，都不需要你管。好。那这辈子、下辈子，我都不会再管你了。可凉了，坐这儿啊，再冲一遍。小王，没事吧？这欧小健，自从被开除之后，整个人都堕落了。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这人会变阴暗吧？他不上学是因为他奶奶，他跟那些人不一样。就是啊，刚小健还问我们比赛的情况呢，明显是怕我们被欺负了，过来替我们撑场面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好。你先回家，我去买点东西。嗯。小健是谁？来来来，放点碎。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哎，进货、摆货呀，都我来。你这闪下腰怎么办啊？哎，健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上午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忙完，忙完再回去。哎呀，那这个点儿，这修理厂没事啊？没事，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啊，去歇着吧啊。那晚上在家睡啊？在家睡。奶奶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您去歇会儿，您去歇会儿。
哎嗨，坐着。没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整理了一些以前的复习资料，你要不要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说不定你以后自考还用得上呢。刚刚我态度不太好，我知道你也是想要来帮忙的，复习资料就当是赔罪了。我还要上班呢。那就等你下班，大榕树下见，我等你到9点。好吧。欧小健呢？听说你们不肯接我们的生意，你知道这地盘谁说了算吗？今天我就打你，把你打服了。如果你不服的话，我就再找人把你奶奶的店给砸了。今天你要是把我打服了，我就跟你姓了。9点。小金哥，小乔，小乔来了来了。哟，正好，进来吧。不用了，我这有几本不错的英语参考书，我就想着给小小送过来。哎呦。小小刚出去。哦，那他可能是去找。没事，牛姨，那我明天把书给他送过来吧。好，牛姨再见。不进来了。嗯，不用了，牛姨再见。哎，曾航，哎、啊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牛姨，你刚才说他可能去见谁？这个，反正我下午。看到他们两个起了争执，然后小小哭了。不过牛姨您放心啊，那个小健已经安慰他了。然后他们两个好像约在今天晚上在榕树下不见不散呢。牛姨您放心，这小小一定是去找小健的。我先走了，牛姨。啊，牛姨再见。
小小，小小，妈，这下雨天你出来干嘛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等小建哥。你等他干什么？我把高一高二的学习资料给他。小小，我是看着小建长大的，他原来是个好孩子，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希望你啊，不要再跟他过多的来往了。他怎么不一样了？他不就是现在提前工作挣钱了吗？我跟他交朋友，我跟谁交朋友那都是我的自由。自由？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啊？小小，你是我们家老大，也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可不希望你有任何的差错。走，回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是我们家老大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，妈？我是过来人，你知道吗？女人这一辈子几个重要的阶段是不能走错的，你就听我的。哎，我是你妈，走，跟我回去，回去。资料都哪湿了？现在几点了？什么？什么点？你快电死我了！啊啊啊！我知道了，我快点，我快点！啊，坚持啊，坚持！我是看着小健长大的，他原来是个好孩子，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希望你啊，不要再跟他过多的来往了。姐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都睡着了，灯好亮啊。
我做完这道题就睡，你先睡吧。哦。医生，医生，抢救室在哪？你快来，医生。儿子，爸爸要出去一段时间，要是想爸爸了呀。看到这个，就像看到爸爸一样，知道了吗？啊！头儿，本来应该是我。不关你的事。走吧，儿子，记住爸爸的话啊。姓名，你都多。伤者是你什么人？他，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。是雷锋同志的行程，一等等不要害怕，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，明天就去投案自首，不是，是去报案。
巧，你也来买早餐啊？啊啊！哎呀，就是，这不学校明天就开学了，今天孩子们要去报到，我给他们准备早餐，不能迟到啊。是啊，再不开学我都疯了。早早早早！哎呦，你们也来了，真巧啊！哎呦，我们奶奶这早餐生意真好啊！是啊，我奶奶这手艺谁都爱吃，两份加蛋哈，三个哈。哎，我看你心情挺好的，是不是找到工作了？哦，我把介绍信交给毛巾厂了，以后上那上班啊。哎，家豪啊，你们家老梁生意做这么大，你们怎么还住在这里啊？你们买楼房啊，住楼里去啊？哎呀，他说住这习惯了，而且说这个邻居们在一起啊热闹。哎，他还说那个楼房啊太高了，冷冰冰的，哎，没有什么诗意。哎呀，王奶奶，哎，那小健怎么没来帮忙啊？是不是没起床啊？嘿，根本就没在家，昨天告诉我晚上回来睡，这个衰仔，哎。哎，你哥呢？不知道，没看到他。爸，妈，你大早干嘛去了你啊？喂，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的坐下吃吧，都几点了，一会儿就得出门上学了。谢谢妈，我拿个鸡蛋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。儿子，吃早餐了。哎哎。门又给我插好了，妈，你给我点隐私行不行啊？什么隐私不隐私？你跟我说什么隐私？你是妈肚子里掉出来，你什么我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爸都不会跟我说隐私。哎呀，捂什么？赶紧穿好了。好。妈，我红领巾呢？妈，我球鞋在哪里啊？妈，我书包呢？啊啊！哎呀！昨天晚上干嘛呢？学雷锋啊？学雷锋光着身子去啊？就是学累了，冲了个凉，不行啊。你别跟别人说啊。哦，我知道，好兄弟，你放心。赶紧呐、啊！再不赶紧，等着扑街呀！你，王爷奶奶散步呢。我奶奶呢？啊啊！您这是？哦，我去买条鱼。买什么？买鱼哦，我买买好，那我去了啊，你俩慢走，哎哎，着急，哎，好好，哎呀，妈的，今天晚上上，帮我占个座，我说你写完了你，你也没占上座，还说我了，你写了，赶紧看看，我都说了你不要带什么的，不知道，这看一下。这个座位表啊，是按上学期期末成绩排的吧？哦，思辰同志，姐，我坐最后一排。我最喜欢坐最后一排了。本来个子就矮，还让我坐最后一排。就是，连个座位都要按成绩排，成绩代表一切吗？分数又不代表你的任何能力。要我说啊，无非就是书呆子、死记硬背的能力比较强呗。好，这位同学，我很赞成你说的，成绩分数确实不能代表一切，但我要说，如果你什么分数都不高，就说明你的能力有问题。你明年就要高考了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如果过不去，啪，桥断了，摔死了。所以我说啊，你们与其有时间在这里愤不平，不如打起精神，把学习成绩搞上去。
这位是？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，我姓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师您好，我叫孙隼。孙隼，啊，你就是坐最后一排的同学啊？哦。行了行了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确实还不太了解你们的成绩情况，但我今天把话放着，要想坐在前头的好位置，就要努力学习，用你们的成绩去争取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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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礼堂集合，开学典礼马上开始了。走了。属猴的，哎，马小小、曾航他们怎么没来啊？哎，你看那是谁？人家可是年级第一名，一会儿可是要发表讲话的，怎么可能和你站在下面？马小小真厉害，那是，咱们麻阳街可是人杰地灵，对吧，小宝？精神状态迎接高三紧张而充实的生活，希望明年的此时此刻，我们不会对老师羞愧地说对不起，而是抬头挺胸骄傲地说，老师谢谢您。今天我的讲话完毕，谢谢大家。麻阳街尖子生一号马小小发言完毕，接下来是麻阳街二号尖子生。那就是尖子生二号曾航。哎，其实麻阳街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传说中的尖子生的尖子生。谁啊？欧晓。别说话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曾航。今天很荣幸能够在此代表优秀学生发言。我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，像在世界顶级名校哈佛大学中就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。哎，你昨晚上上哪儿去了？好好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小小，哎，小小，今天苏老师肯定以为你是差生，估计他知道你是年级第一之后，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。哎，其实苏老师那种就是本能的先入为主，所以很多时候不要被外表所迷惑。1984年，我的高三生活开始了，麻阳街的小伙伴们就这样聚在了一起，他们也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。找你呢。